最近蹲草老是暴露，一定是太胖了。扁鹊医生，有没有不节食不锻炼就减肥的药啊？当然有啦，当当当当，这不是大蒜吗？大蒜有燃烧脂肪、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，一定是这样，不愧是神医啊。味好大，一定有人蹲草，快跑。扁鹊，你的大蒜没用啊，我蹲草被发现的更快了。大蒜能让别人远离你，离得越远呢，看你越小，这不就算减肥了吗？他奶奶的，敢玩我，这么笑，德玛你妹啊，串台了吗？看招，娘花药水。什么情况？我变成妹子了？臭扁鹊啊，等一下，德玛西亚，哈哈，瘦了蹲草果然爽啊！你这个老阴！